我真是足讨厌食的。顶一届，小春和约我来吃，叫张美满超工来吓惊我。这个是游行妹亲身约我来，伊到底想要讲什么？敢讲，伊要开始跟我算账账啊？也是，如果要把阿公的死怪在我身躯顶，你真正在想什么？你要让伊，你要让伊做出这款代志，对不起，你到底是在做什么？你是在做什么？不是我，你一定是想要替我用石头讲伊的代志来威胁我，想要爱我一命赔一命。啊，不过伊也无死啊，我啥时阵爱赔伊的命？我不爱，我不爱。如今。是你这边提好啊？免，我不是要来这里的。有一面，表兄妹话你紧讲。你若是要安尼想，我无得甲你阻挡。暗过这么侪年啊，咱三个人恩恩怨怨，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了断？你两个人现在都已经做伙了，也已经完成你自己的心愿了。当时还有什么可以了断的？如今，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好吧。你对行李所做的事情，那个时候我没去报警。我相信，咱两个人的心肝都清清楚是什么原因。既然现在行李已经平安无事回来了，你敢无需要清脆该回去吃死的。唔免，我今仔日所做一切，拢是伊逼我的。我即摆已经什么拢失去啊，伊什么拢无，我才是迄个一无所有的人。你到即摆搁提计较这，一条人命差点仔都无去啊！你敢无感觉讲？你真正做唔着代志，你敢知影？伊咪即个回来，伊无拍算要计较，嘛无拍算要报仇，甚至嘛无拍算讲要去报警。人拢会当做甲安尼啊？是安怎一句实的，你就是讲袂出嘴的。我就是讲袂出嘴，我这世人永远拢做一个。如今。因为你的关系，起码趁即马，甲因厝内底的人我都团圆啊！你敢真正要动嘴，啥物代志拢无发生，就安尼准拄煞？因为我无唔对，我就是无唔对。好、哦，你若真正感觉讲你无做唔对代志，是安怎迄个时阵，你会惊我去报警呢？你当初我娘总共已经死了，啊，不过伊并无死。
这所有的事都是他造成的。若不是因为他逼我逼到落尾起笑，我想怎要提石头讲？就是因为他害我差一点仔就变成杀人犯。我今仔会变成安尼，都是因为伊来破坏我的家庭，拢是恁两个人毁掉我的人生，我才是伊上该不好的人。孙小姐，你已经讨厌我，啊，不过你袂因为怨恨我，就安尼是非不分。是恁家己唔对，敢真正这么困难？我已经讲过几落届，我所有一切，拢是你逼我的。你感觉你一点仔责任拢无？哼，尤贤美，你敢知影上届搞的是啥物？是你永远拢在假情歌。那是每一个人都有家己做人的原则。我得甲家己讲，不管遇到偌济困难，拢袂用抱着怨恨过日子。因为干那安尼，才能继续向前行。孙小姐，我考考你。放自己耍，那呢？我跟人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放我耍。我无需要伫遮听你讲遮道理，你给我的痛苦还阁会补着，我这世人拢永远无可能忘记。我对你的怨恨，咪拢永远甲你缀着着。鲁迅，鲁迅啊！是的，我应该讲的我嘛讲啊，我真正即摆已经想过，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让鲁迅愿意去面对，愿意承认。伊家己所造成的错误，你拢已经甲伊讲过几落届啊，伊拢想袂清，哪有可能即个想会通啊？给伊一点仔时间。不过我看你安尼继续受委屈，我真正感觉对你足袂得过。袂啊，我即马感觉心肝来足平静的，足满足，我感觉足幸福。好啊啦，别想这么多啊，现在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去做。什么事啊？去看阿兰啊。对啊，说到这个，原本你没在的时候，我应该多关心，多好好照顾咱这个女孩。啊，不过顶一阵啊，阮厝内底还阁公司发生少些代志，我打电话给着咱，想要甲关心一下。伊所甲我讲，爱我放心，好好处理遐个代志，免为烦恼。甚至有心，已经甲囡仔洗落来啊。我嘛是听佳美讲，我才知影的。我真正就惭愧。我是伊的爸爸，啊！不过自伊细汉的时阵一直到即马，我拢无尽责任，真正亏欠伊足济。我嘛就对不起伊。天公伯啊，互伊甲我这个做妈妈，行同款的路。啊！不过我煞无法度陪在伊身躯边照顾伊。不过恁两个人拢同款，拢足勇敢的，而且真有责任。把所有代志拢担起来。其实我就唔甘的，啊，不过这是家己选择的人生，我相信讲阿兰袂后悔。就参照当初时，我无后悔甲阿兰生落来共款。辛苦你啊！今麦上辛苦的是阿兰。好啊啦，咱都卖继续感慨啊。阿兰有讲过哦，是阿兰欢欢喜喜去看孙。听你的话，拢莫感慨啊，拢笑笑来去看咱的孙。